欢迎回到。你很无聊哎、欸，你这么大年纪还这样。每次我们倒数哦，那种紧张你知道吗？那种肾上腺开始分泌，我就觉得我是超人，我要赶快飞了。飞去哪？你飞啊！你飞，我要滚啊！你飞。欢迎回到羊道 TV 数位网啊，感谢老师的料理时间啊。对、哦，今天也很开心哎、欸，为什么哦？每天都开心、欸。我最近，我到底那个是？你到底是吃了药还是医生给我换那个药？是不是换了？我知道红包跟白包什么意思？红色包的药是比较强烈的剂量，对对 对，比较。对，就是压不住的时候就吃红，昂昂一包。什么时代的？以前才用那种红色的。现在还是一样这样子。现在哪有？有，你去看病的时候。去大家看病哪有？诊所都会给你一个红色的药包，说哦，你那严重的时候吃一包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啊，无严重的时候。啊，发烧吃一包。白包。对啊，普通时候吃白色的包。好啦。来啦。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啊，要顾到健康了哈。喜欢吃这个锅，但是这个秋冬的时候教你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锅，尤其是爱美养生的女性朋友们、一定要吃的，对，因为这是补你的胶原蛋白的什么锅？胶原蛋白锅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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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吃到你口水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什么做这一道？因为最近在市场上面很红，超红的。因为你知道哈，其实我良心讲一句话啦，胶原蛋白锅。不是不是，站在这个我们真的做的人，我们了解他的人说，其实这个胶原蛋白也还好啦。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就是、对美容多好多好，其实真的还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这种心理上面的作用，的确会影响到你整个生理的变化。你吃了就觉得，哎，我真的美嘞。就像有时候食材，人家说食补的，你吃一点点青菜，其实青菜的量如果不够的话，所以专家学者才说要吃多一 点。对啊，不然你吃那么一点点，或吃一点紫菜，或吃一点何首乌，那补不到你的啦。即便是如此，我们还是要教各位做，还是要吃，好不好？多吃有益啦哈。好，胶原蛋白锅让你知道，你要知道锅里卖的什么膏药，但要做的好吃的关键，好，告诉您，煮鸡脚的这个锅盖哈，一定要把它盖住，一定要盖锅盖，汤汁才会乳白呀、啊。好，所以煮鸡脚的时候，这个锅盖一定要盖上。盖上去锅盖，你的汤汁会更乳白。我知道，就那种就是比较浓稠的那种、你就感觉就是哦，吃了它觉得好补的感觉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吃东西我觉得哦好补的感觉，你自然就觉得哎、欸、吃完就好像、欸、就好像真的有补到这样，好像真的有补到，好像出去剩掉拎轰你蛮惊啊这样。对，好，最近天气也变凉了，怎么样煮这个胶原蛋白锅？先把关键记住咯，煮鸡脚的锅盖一定要盖上，这样子汤汁才会白才会成乳白色的颜色。 好，关键记住了，看准备哪些食材。鸡脚胶原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脚，然后葱段、姜片、莲子、薏仁、枸杞、当归、米酒，当然还有你的火锅料咯，还有我们的高汤咯。好，怎么样煮这个胶原，这个胶原蛋白，这个胶啊，怎么煮呢？就是用鸡脚煮。鸡脚我们先把它穿烫过、先穿烫了。对，鸡脚胶质含量很高，所以你说那我除了鸡脚可以用什么？猪皮，但是猪皮胆固醇，就是说胆固醇太高了。鸡脚比较没有胆固醇吗？对对啦，是这样讲啦，可是我又不是医生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把它穿烫好了，鸡脚洗干净，就把它，看到旁边有讨厌的人，就把它用力丢，让它喷出来。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哎呦，要君贵妃，来，我把鸡脚放下来。你放个鸡脚这么多话、欸，你、欸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怎么回事、啊？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直感觉 non-stop 停不了哎、欸。对，真的没办法。哦，来，好来，好来，人生啊，人生就是那人生海海啊，哈，好来。人生海海的一些事情说我一定要改，靠奇怪的女人，人有冲天之志，无云不能自通，嘛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往，夜光不足行不如斜，时也运也命也非我志不能也，怕了吧，傻傻的，我们的电视也听不懂，因为我们这边主修的时间，所以浪费各位的时间，练一些消微，好来，好来，好，我以前很喜欢听电台啊。卖药嘛，因为你在南，我在高雄长大。那高雄我们说做事情的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放个收音机，然后一面做事情一面听。有啊，不然以前凤飞飞为什么会说她是那个女工们的 DO？ 对，工厂都放她的，都放她。我们那个时候在高雄，我在餐厅工作都这样，厨房都是，就是放她的，就是放那个电台，然后我们一面做事一面，所以我会背很多电台的。哦，像是在比如说，不好听啊。啊，像我咧行路卡安尼，啊，我咧生地疮啊，啊，地疮都要医呢，啊，人我惊疼嘛，无迄个时间通带伊，啊，人万顺在伊伫内外地拢嘛袂疼，搁免带伊治疗期间照常咧上下班，啊，万顺是到底倒位，公司破坏咯，后火车头。
是不是？你在工厂待多久啊？你清楚？如果你住过南部的话，住过高雄的话，我背的是不是电台背的一模一样？哎、哦欸，几年了、啊？40年、30年了哦，30年我都没有忘记。好了，这边再煮哈，咱煮起来好了。今年贵庚？三十年都没有变，我今年36了，哦、我6岁开始听呢、啊。好，开始把它煮哈。这边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锅主要的胶质来源在这边，当然这边煮的时间、哦，我们要帮它让它给点时间。那么，但是因为时间没那么多，我要先煮了哈、哦，来、哦，意识到了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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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拍摄哈，我们是 live 直播哈，无法度让你等哈、哦。为什么今天要搞得那么忙呢？对啊，这菜是你选的还是？来，因为我觉得冬天要教一些冬天的料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总是这样来。这边来哈，这就是我们继续滚煮这个鸡脚。好，你看哈，汤汁开始变乳白了。其实这个大概要滚个2-3个小时。哇，对嘛，才会才好了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可以快一点。怎么快呢？你可以用调理机把它打碎。嗯、那么这边我用打碎什么鸡爪、哦？皮，主要在它的皮。你把皮打碎之后，增加它的接触面积，然后体积比较小，煮的比较容易胶质释放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下去以前先把它打搅打一下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有啦，煮一阵子之后再搅打，你这样搅打它有用啊、哦，不然你打得断吗？那么硬你怎么打？哦，所以你可以用搅拌棒啦。这边熬了1个小时左右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把它这样子拿个那个搅拌器，或者是你有那种耐热的那种调理机，把它打碎，哇，超快的哈。那么我这边就用这样子打，这样打，这样打，这样把它搅拌，让它的胶质溶解出来，看到没有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哇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嗯，调理机，那它这样打，有的很厉害的，马力很强，它就把它全部打碎了 ，OK 吗 ？OK 啊，好，把它这样打了之后，哦，再熬就很快了哦，起码来得紧啊，哈，永清啊，来。看起来这个很营养，这是不是以前老佛爷喜欢吃的？好，放着就可以了哈。这边在熬煮的同时呢，我们的锅底也要熬了哈。胶原蛋白锅一般我们去餐厅吃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它煮一个锅底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胶原，再把那个胶质把它放到里面去。我把它移到这边来，让各位看得更清楚。所以这边锅底呢，我们还是要再煮过哈。那这。锅底煮的是什么？高汤，一般的鸡高汤或猪高汤都行。哦，好，然后把我们的莲子，一人放到高汤里面。对，它那个是纯高汤哦，你没有加水。对，纯高汤。好，枸杞，好。讲啊，再念啊！刚刚是枸杞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当归。秋什么啊？秋当归哦。好，这边让它煮一下。那么这边一样跟它锅盖。这是我们的关键呢。对，锅盖要盖上。所以你注意看哈、哦，锅盖盖上的时候，因为哦，里面有是不是有油嘛？有那个油脂嘛？欸、对不对？这个锅曾经在 YB 的上面有竞标过，这锅好好用。对，它这个胶质。跟油脂在高温下沸腾、翻滚的话，产生的乳化作用，它汤汁变得白白雾雾的，那种感觉，我想你做出来这种感觉，白白雾雾，感觉就是很浓稠的感觉。那它也的确是很浓稠，因为煮过之后乳化的现象，油脂让它产生乳化现象的时候，吃起来就会觉得很香很滑。现在你已经闻到那个鸡脚的香味了，有了哈。老师，你说这个要炖煮这样2-3个小时，请问这中间的火，我们是因为节目所以开的比较大？对，要让各位看得清楚一点。那你在家里2-3个小时的话，你就用中小火咯。对，没有，你有打碎的话，其实不用到2-3个小时。打碎的话，你在前面煮1/2小时、1个小时，然后就把它打碎之后再煮的话，很快半个小时就 OK 了。OK 了好、哦，我们假装它已经煮了半个小时，假装了哈。假装它又已经煮了半小时。对。人生就是充满了假装，那是你好吧？你干嘛这样？张军你不假，张军他要找张军的脸上，各位你们看到张军现在整个人，你要找到真的地方还真的不多呢。牙齿应该是真的吧？少数牙齿是真的，开玩笑啦。要不我把眼睛照下来给你看，眼珠都是假的。来，
这样就好了哈。好，煮好了之后，我们把它那个，哎、欸，好浓稠的汤哦。哦，哎，烧吼烧惊香，不是用个刀来的话，是不是刚才说错了什么话？老天爷在惩罚我，让我烫了一下。对啊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攻击别人呢、啊？任他养他，不管他再鬼鬼喜，看他如何。这是谁说的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实验。六合，合的冷气、哦。六合，你知不？《六合三侠传》有个六合，六合。真的哇，我们导播还知道哎、欸。导播年纪也不小，导播年纪也不小，你看他来这样子哈、哦，把它渣渣滤掉之后，是这个胶质放凉了之后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当当当当，放凉你这冰冰的，不是当当当当，你这样就当当当当，什么观念？来，我们的胶质了哈，它放在常温就会没有，它放冷藏，放在常温它会稍微有点冻，然后放在冰箱冷藏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？放到冰箱，放凉之后放冰箱啊，然后放多久？隔一晚上就让它冻成，让它结冻就好了。好，你要讲啊，不是你问這樣，你会，人家观众不会才要跟你学啊。我要是下面弄也黑暗，我要够看你这宝，我是不是讲到你心声了？好啦，淋他凉他不关他，再鬼鬼时看他如何。这个是有国台语餐饮版的、喔，没有啊？淋他凉他不关他，淋他凉他。台语有一种叫做读音，读音这个东西你知道吧？对，读音你知不知道？忍他，让他，不管他，再过几时看他如何；忍他，讲他，不管他，再鬼鬼喜看他如何。好，来，关他啊、哦！这样子熬好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呢，高汤再加一点哈。把这个桌面弄得如此凌乱，你哦，这还真的有点烫哦。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比较详细一些，让各位看得清楚。当然，一定要详细啊，人家才会学会怎么做、啊。来，我们请助教给我一个小的白盘好吗？谢谢。小白盘，嗯，请问那这个你这两个还要用吗？不用。要，你给我留着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嘛。好。哦。哇，妈妈，这很像人家外面做的那个。助教给我一个小白盘啊。没有助教是怎样？那边就好了，那边就好了。我们以为他走出来要给我们买盘，他拿块抹布来，对啊，拖出去斩。好来，谢谢。我们做好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。这很像人家吃的那个什么？其实它就是个胶冻，但是胶的来源，你它可以是鱼皮胶，它可以是鸡脚的胶，它也可以是猪皮的胶，但是就是看你的喜好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脚的胶，因为鸡脚的胶比较香，味道比较香。嗯、像外面腌菜做的那种冻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菜盐呐、啊，麻鸡旁边有卖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好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来，比如说我们这边吃火锅了哈，这是一个，欸、好香哦。炉子对，这个中药材的味道开始跑出来，就可以把我们的火锅料依序的我们把它给摆上去。是，是吗？大陆 A 菜。大哎呀，你现在会讲大陆 A 菜了哈。不要想害我。来，把我们的胶质就放上去。哦。然后你喜欢什么火锅料，咱们就把它摆上去。它会化开吗？来，注意看，注意看啊！现在这摄影机可以看到了哈。注意看我们的胶哈，那么整锅胶质含量就很高了。只要受热，它就会化开吗？会融化，会融化，会啊，一定会融的、啊，开始融了，开始融了。看看胶好，你看啊。对啊，我在看。欸、这个很好吃、嗯，那个很好吃。那叫什么？火锅料，统称火锅料。你要真叫我一样一样讲他名字，我还真的讲不出来。这个你念出来啊？你不会吧？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好，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胶已经融到成这样子了。你真的有哎、欸？它就会慢慢融，这样子整个火锅的我们的胶原蛋白锅就完成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所以。重点其实在我们的胶哦，这样子哦，那你胶原蛋白想要多一点，你放两块可不可以？哦，行，也更浓。对，哦，然后有中药材，这看起来又营养，然后这个营养价感觉上你就觉得说、嗯、哇，那个胶质很多，因为是一般来讲，大家是觉得说，哎，胶原蛋白吃胶质这种东西，能够让你的皮肤皮泡泡又咪咪有弹性。阿华塞讲哎，对，像阿华塞那就弹性太多了。
派遣系统，其实不是，它是北方包又咪咪又啰啰。好了，这个可以补一下胶原蛋白的哦。胶原蛋白锅就这样子完成，再把关键重复一次给您。好，煮鸡脚的时候盖上锅盖，汤汁才会白，才会像这样子哈、哦，白白浓浓的，是要盖上锅盖。才会浓稠，记得煮一半，大概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候，你记得把它搅打散了哈。对，不管你用搅拌棒，或者是你家有耐高温的这个食物调理机，把它打碎以后，再煮个半小时到一小时了。对，看你的一个状态，这样子这个汤汁会非常非常的浓稠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记得要把锅盖盖上，这样汤汁才会白。是，是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锅。好，那么这边先回答网友一个问题，好，一个问题就好了。因为网友问了，我们就要回答人家嘛，是不是？请说，你这样不让我回答，快点啊！好了，急死人。有网友在问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谢谢你的称赞，好，然后你在美国，这个没有鳕鱼的话，用什么鱼？”我问各位讲哈，哎、欸，美国怎么会没有鳕鱼呢？很多人这样讲，很多人讲，就是美国没鳕鱼很正常啊。其实我们平常吃的鳕鱼，哎，这个讲的也不用太明白，反正那个东西本来不叫鳕鱼，好不好？那么你说啊，没有鳕鱼，没有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鳕鱼的话，我可以用什么鱼？什么鱼都可以，豆酥它只是炒的豆酥，你可以用蛋豆腐哦，豆酥蛋豆腐超好吃的，豆酥鱼片也很好吃，豆酥什么鱼，重点是刺不要太多的鱼都可以，没有刺的刺不要太多的鱼都可以啊，就不一定要用鳕鱼，对，好，好，来，我怪都叫我觉得超会大鼻涕，修掉那句话。啊，就得记住一点。我刚刚想说什么东西，我还你不除了用鱼以外，你也可以用，比如说豆腐、素菜类都适合。那个香菇烫一烫，这样子也很适合。鲜香菇烫一烫，用豆酥也很好吃，都可以。你要别的鱼的话，就是刺少的肉大塊的。刺少的啦，因为你有刺的话不好弄。对，是就这样子好、啊，要不要把它再摆一摆？不用，不用哈，确定哈，确定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最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推荐哈。刚刚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想说，哎，那我除了这个锅还可以做哪些锅呢？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书，来，叫做《火锅汤底的爆红秘诀大公开》哈。除了我们这一期的这个《快乐厨房》杂志有锅类之外，因为秋冬啊，大部分都是锅，所以我们也有专刊来教大家麻辣汤底怎么做，奶白汤底怎么做，昆布汤底、人参汤底等等的，包括一些什么番茄汤底啦，或者是其他锅的，像这个胶原蛋白的都有教。在家里你想做什么锅？这本书买来，你这个三个月之内不会吃到重复的锅，是因为教你这个最火红的100种的火锅汤底啊，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丰富的内容，暖乎乎好滋味尽在这一锅哈。好，来这边是轻松的火锅料 DIY 啦。8种的一个基础汤底了，哎，我来看一下汤底，你看一下，奶白鸡高汤、牛骨高汤、大骨高汤，以及清香高汤、素高汤、综合蔬菜汤以及昆布汤底，对，都有了。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胶原蛋白锅，哦，这边也有，然后我们另外的，哇，台湾人最喜欢的 Top 20的一个20种的最爱的火锅哈，台式火锅啦。还有日式小火锅啦，蒙古的一个养生锅，姜母鸭火锅、砂锅鱼头锅等等，还有涮羊肉锅，还有人参养生锅。这种啊，药膳的啦，胶原蛋白锅在这里。对啊、哦，这个翻给大家看。我们今天示范的这个胶原蛋白锅呢，就在这个排队火锅汤底的爆红秘诀大公开这本书里面来，告诉大家。还有包括一些豆浆汤底啦，比较特别的水果汤底啦，香辣蟹汤底啦，都有教、哦，都有、欸。听起来好像很熟哈、哦，因为这个示范的人好像是你耶。是我吗？哎呀，真是惭愧，真是惭愧。其实哈、哦，这本书里面。各式各样，市面上你只要看到的锅、在里面您都找得到、在市面上没看到的，在里面您也找得到，传说中的都能够看到。找一个，找一两个市面上比较看不到的哈，香蟹锅啦，这些干锅有啦，甘露杏鲍锅、素食的也都有哈，养生素食锅还有篇章特别来介绍简易美味的一个速成火锅，这是个人的小火锅，或者是你客人来啊，来不及你把锅子端上去啊，把一些东西丢进去，怎么样简易又快速又好吃的哈，还有这个步骤也介绍的很详细。传说中的像什么？泰式的椰汁锅也有啊，泡菜锅啊，起司焖锅，养生仙草锅都有、啊，养生红曲都有，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红？比较有没有搞错？红曲都有，妖魔哇，你煞人的哦，煞人，煞流，你很煞人。客家长年锅，这一看上是我们的客家大哥刘仁华吗？哦，不是，是邱宝郎，客家一哥，不是客家大哥，有好，那可吓人了呢，这里面的。吓在哪？为什么吓人？说、啊，各位，我要特别推荐这个锅。
啊，这个我做的排骨肉酱锅，因为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排骨肉酱锅，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。这其实是在以前酒家菜里面，酒家菜里面常见的。常去酒家？不，而且又年轻。我们讲酒家菜是说那种以前那种温泉餐厅，不是有那种酒家菜吗？其实这个我跟我们编辑讲说，排骨肉酱锅很经典啊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因为我们编辑太年轻了。后来我跟他们解释之后，他们说哦，真的这样，尤其是在当过兵的，在金门当兵的，您一定吃过吧，是吧？拜托你告诉我，回答一下吧。以前的酒家菜，还有当兵的时候，都会有这个排骨肉酱锅，但是很简单，而且很美味。可是现在很少人会，很少人看过，很少人听过。这个、好厉害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这个。那做来吃吃看好了。好，我已经做了，你没了。听起来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这么多的锅哈，这本书居然只要多少钱？168块钱。好，这个很超值，很便宜哦。啊，记得哦。才一，我弄这样子才卖我一、才一，真的168。哪一本不是？你不要说，那快乐厨房才这么多老师，这样合起来才99块。那几个老师本来就是不值钱，开玩笑。好，你开玩笑，里面也有我啦，这本哦，168在杨桃买的话只要125块钱哈、哦。锅底汤底非常非常多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我想台湾很多人喜欢吃锅哈、哦，各种不一样的锅，这里面都有教大家到底人家的锅底怎么样，人家怎么煲汤底锅底回去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汤底难做。秘诀全部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其实我们这个书都是所有的老师的一个真的是心血结晶，要绞尽脑汁要去试做，要怎么样调配是最好的，所以很便宜。真的168在杨桃买更便宜，绝对值得购，绝对买。杨桃买只要125块钱，同时呢有好书推荐，也有好活动。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推荐 PPV 的 PPV 折扣站哈、哦。我们这样这个 PPV 的一个影音教学影片呢，上网哈、哦、直接在我们身上，老朋友都知道，新朋友的话找一下，就是付费的影音教学影片，点进去看，只要你购买影片的一个价值哦，有打折的就用打折价格算，合起来最后的价格是满了2000块，所以就是看最终价格，你因为打折一样在涨。对，就折了以后再折、啊，肯定骨折啊！真的啊，对啊，你看我们都矮两截了。对，好，这个的话，如果满2000折600，非常好哈。但这个还可不可以累加呢？可以哦，要同一张订单。是，如果你4000的话就折1200，6000的话就折1800，以此类推往上加。但是记得要同一张订单，而且是以2000为一个门槛哈。这么活康，这么好的活动，直到12月17号的下午5点为止哦。嗯。观众朋友们，请把这个好消息哦，大家告诉大家，赶快去买一下吧。对。广告回来之后，教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，老师要教大家就是料理成功的撇步。第二个是什么撇步呢？第二个的撇步是。如何煮出好喝的猪肝汤？好，怎么样煮出好喝的猪肝汤呢？锁定我的话题，待会儿回来做。